愿抢夺别人的所有，但是爱人被他分错，感情在深陷时堕落，伤了人还不罢手，直到自己碰到伤口，才懂无情的人对谁都一样的残忍懦弱。朱迪也放过爱他的马龙，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，没有了隐瞒，幸福很简单，单纯拥抱一个心房，三个女人午夜交谈，有人会坚强，心断有人停止伤害对方，悲惨故事太平常，只是有人心Thank you.